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您几家 CP 值很高的美味。首先在台北淡江大学附近有一家平价快餐店，当地学生形容这是一家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便当店。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鸡排饭，现炸鸡排炸到了口感扎实，入味又多汁。主菜呢有四种配菜，还可以免费加饭，非常大方。老板说人生的苦啊，他深刻体会，因为20年前夫妻俩一度扛着千万的负债从屏东北上，当时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靠着好手艺，如今终于苦尽甘来。在油锅中不断翻腾的炸鸡排，炸到了外皮酥脆，肉质鲜嫩不干涩，煎到滋滋作响的香煎鸡腿，分量大还保有弹性，搭配四样配菜，丰盛又饱足。那饭又可以加，对不对？可以吃到饱，然后汤也是喝到饱，饮料也喝到饱，很棒。因为学生是主要的顾客嘛，哦，我要当然要回馈给学生哦。店就开在淡江大学旁边，陈爸和陈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一方面是父母心，一方面也是感谢学生的一路相挺。因为这家便当店对夫妻俩来说得来不易。每天新鲜送来的问题鸡肉，陈爸都是自己分切处理。我自己摸索出来，我就一直这样试，一直这样试，因为你自己手工的嘛，那个失败很多次啊，都有时叫来的鸡肉都扔掉，都等着丢掉啊。过去的陈茂竹从没进过厨房，20多年前他从中油退休，原本可以过着惬意的生活，但在朋友的鼓吹下投资了房地产。没赚到钱，反倒赔了近千万。投资地啦，啊，拢了钱了干。天我买是买管，啊，买价买迄个时阵买厝，拢在价啊，所以拢买一块了一块，买一块了一块。年近50的夫妻俩卖掉在屏东的房子和田地，北上和在淡水念书的儿子一起生活，期盼人生重新开始。两个汉城爸都。有时候晚上都骑摩托车，一台摩托车很烂的摩托车，到海边去，啊就在那边看，啊就一再讲讲就哭哭哭，两个都流眼泪，真的很苦啦。日子苦还是得生存，卖咸酥鸡，卖刨冰，卖饭卖面，做一点是一点。最后选择做便当，最能吸引学生客群。陈妈炒的豆干是好多客人指名要点的菜。爆香辣椒、蒜头加进豆干，不停的翻炒。因为我拢无经过水啊，无较水落啊，是酱油，啊，等一下料，那你就把它炒到那入味就好啊。鸡排饭，大块厚实的鸡排，搭配四种五颜六色的配菜，光看就令人垂涎。香酥的鸡排没有厚重的外皮，肉质软嫩不会柴，一口咬下嘴里还洋溢着肉汁。陈妈的招牌豆干充满酱香，口感很扎实，还可以免费加饭，不用担心吃不饱。就连毕业的校友都很怀念这份亲切的妈妈味。其实我是住在美国，然后大概是一年回来一次，可是我觉得这家店就还是那种记忆中的味道吧，就是肉质是嫩的，然后外面也味道也够，然后就外面是脆，里面是软，然后它调味也是油腌过。我就把那个鸡腿的骨头稍微折一下，把它折断，然后把肉切开，让我的那个腌制的料能够吸收在鸡腿上。鸡腿自己切自己腌才安心，做出独到的口味。陈家的便当店因为用料实在，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债务也慢慢的还清。有一群学生很支持我们，看我两个这样年纪也那个啊，他们就一直把我们的店推销出去给学生。鸡腿因为现煎，香气特别浓厚。啊，第一就是火一定要小，不能太猛。盖锅的话，因为有加温的效果，所以鸡肉煎起来也比较嫩，比较好吃。香煎鸡腿饭切成适口的大小，更方便使用，满满一碗好丰盛。
鸡腿的外皮煎到了微酥，肉质弹嫩，口感很鲜甜。看着爸妈的年纪越来越大，儿子陈立双放下原本的业务工作，和太太一起回家接手便当店。鸡排、鸡腿维持爸妈的老味道，但在主菜上多了些变化。他花时间钻研出打泡猪肉饭。刚开始觉得让它味道浓一点，甚至于辣一点。他后来发现，台湾人太不接受了。我自己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曾经就是连续吃一个礼拜，那发现会腻。对，因为那个椰浆的口味太重，所以就慢慢这样子做调整，调整到现在。把辣度还有椰浆的比例降低，猪肉的肥瘦比掌握在4:6，抓出符合台湾人口味的打泡猪肉饭，香辣又开胃，入口不会油腻，带有微微的辣韵，吃起来很有层次。一开始最不习惯的是，忙完一整天还要收店，回到家里小朋友会说有烟味，这是全身都会有这种感觉。那其实做久了就 OK 了，自己现在觉得小朋友能够一起在店里合作过的就是比较很就是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就是以前在外面比较感受不到的。陈立双回家帮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妹妹罹患了忧郁症，陈爸和陈妈家里店里两头烧。可那时候因为吃太多了忧郁症的药，还有那个安眠药，然后其中有一颗它是会梦游，然后就从2楼摔下来。陈威宁曾经当过空姐，开过咖啡店，这重重一摔造成脊椎损伤，下半身瘫痪，也失去了嗅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到5年前，重乳酪不是很夯吗？那时候网络上或是什么蛋糕店都重乳酪，还没有受伤前我也喜欢做蛋糕，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烤了给家人吃的，虽然他们会担心说我的嗅觉没有，那时候烤焦好几个蛋糕，然后都是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闻到焦味，可是他们都会觉得没关系，你就去做，失败了就是再重来就好了。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嘛袂使讲一直沉落，我嘛是爱家扭起来啊，袂使讲一直好沉落，我爱扭家扭。家人的鼓励让陈威宁有动力继续向前，现在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伯爵茶杯子蛋糕飘着清新的茶香，宛如回甘后的人参，香绵松软。覆盆子戚风蛋糕点缀上了草莓，口感微酸中带有香甜的滋味。历经重重的挫折，陈家人没有放弃希望，走过最低潮的便是向上的力量，努力活出闪耀的人生。在万华有一家蚵仔米线，以便宜好吃又大碗闻名，熟客最爱的是这道魔霸特餐。老板几乎是不计成本的，在古早味红面线上放满了蚵仔、大肠、透抽、鱼酥等等，有7种配料，100块钱的价格令人吃了超级满足。这里还有老板拿手的炸鸡排，炸到了外皮喷香酥脆，肉质鲜嫩，还有满满的肉汁，搭着面线吃，客人心。这是最完美的黄金组合。我是觉得那个头家头壳歹，现在物资那么贵，啊这个料那么多，敢那红食免惊的，这真正头家那不是手骨作粗，啊那无就是头家头壳歹。让熟客惊呼头壳歹去的超高 CP 值，就在万华这家蚵仔面线，招牌的魔霸面线，大方放入海陆7种料。价格却很佛心，100元就能吃得好满足。客人开心就好，我赚的不多没有关系，可是就是客人要吃得开心，那我也会开心。做生意有简单一点，哎啊，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越简单你就会越开心。老板赖天进为人朴实，但对食材用料相当讲究。为了避免吃面线时容易口干舌燥的问题，他坚持用天然调味，红葱头都是自己炒，自己下去炒，品质我看得到。我还是坚持要我们台湾种植的那个红葱头，因为它的香气、它的香味才能够达到，我们面线要的那个水准。配料也丝毫不逊色，大肠只用温体猪肠，为了维持鲜度，处理时就得和时间赛跑。大肠来到我们手上，最怕的就是你时间上会耽误到，
因为它会生化掉。那生化掉就是人家外面会知道说，就是你大肠会有一种腥味，大肠的腥味，这就不对了，这就失败了。那我个人都会用最快的速度，我会先把它做那个杀菌处理，然后再进阶就是直接把它卤起来。等待大肠卤透的时间，他开始处理海鲜料，把饱满的王宫鲜科洗净去杂质后裹粉烫熟，还有朋友传掉的透抽新鲜直送店里。你如果透抽它不新鲜，它的透色透明度啊越不明显啊，越新鲜哦，它的透明度哦就越明显。在红面线上放上大肠、鲜科、肉羹、透抽，还有鸡块、土托鱼和鱼酥，丰盛的魔霸面线，海陆七种料齐聚，让配料和面线比例几乎是1:1。滑顺的红面线配上肥美鲜科、鲜香卤大肠，还有 Q 弹的透抽等等，澎湃又美味。我感觉甲一寡老店比起来，伊口味有比人较好一寡。别间店我食敢若较死咸，哦，啊伊个食起来清清啊，袂歹。哦，啊一寡落的料，因为我有咧钓鱼，落的料我感觉足清。每天营业前都在闷热的小厨房忙着备料。其实赖天静原本没有想过走上餐饮路，原本从事40年成衣制造。主要为百货品牌代工，收入还不错，但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成了夕阳产业。到了这几年，就变成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就是因为工人不好找，导致于我的生产的那个量打不出来，就会造成我的业绩压力，那也会造成我的收入的压力，我就必须要去找另外一个出路。我一个老师傅，他教我煮面线。他教我煮面线的时候，当我学到这个面线的这一个技巧，我才发现到说，我好像对吃很有兴趣。中年转业的他，期许自己好好学艺，在不断请亲友试吃、调整口味到满意后，就和太太来到夜市摆摊卖面线，再出发。然而现实又重重给了一击。我们就在摆摊，结果发现到说，这一个面线好像在夜市，它是不是很被接受。那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那种挫折感，就会很不是滋味。夜市客人很简单的，他居然要到夜市，他就想要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的面线不是不好吃，我们的面线就是因为太过于平凡。于是赖天静从食材下手，在面线里加入透抽，做出市场区隔，也增加 CP 值。综合面线能吃到鲜科、卤大肠、透抽和肉羹，却50元有找，是小资族的最爱。我觉得它的面线勾芡的刚刚好，它这个牡蛎很大颗，然后那个大肠也卤得很够味，没有腥味，好吃。价又丰富的面线，让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半年后，就从夜市的餐车来到万华的街边店，推出更多样化的餐点，像是他拿手的炸鸡排，美味关键就是腌肉时一天三阶段按摩。我要先按摩10分钟，先让它稍微有点吸收我的那一个酱汁。那第二个阶段也是4个小时之后，我再按摩个10分钟。那就是让它就是再融入一些。那在第三个阶段，也是4个小时后，我再按摩个10分钟。那这一个三个阶段，就是重复，就是有总共半个小时。金黄闪耀的炸鸡排是面线的最佳拍档，外皮喷香酥脆，肉质鲜嫩，还渗出肉汁，而且不会油腻，让人爱不释口。鸡排也好吃，尤其是它的那个面衣没有那么厚，面衣如果厚的话，你就吃不出它原本它的那个鸡肉的那个甜度。肉质很软，对，有的时候凉的也觉得还蛮酥脆的。你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能够料理出你的东西的特色，那才是不简单。客人给我的肯定就是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加分，那我的成就感就来自于客人简单的几句话，老板
你们家的面线很好吃哎，我什么都值得了。一碗简单的面线，却充满细腻的心思。戴天进奋力经营，证明了用心打拼就有成功的机会，不只满足客人的心，也开创事业的第二春。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新北市金山老街上有一家螃蟹粥，因为地利之便，新鲜的螃蟹跟海鲜成了这家店的金字招牌。像这碗万里三点蟹粥，里面不仅有螃蟹，还能够尝到小卷、白虾、蚵仔等等多种海鲜，尝尽满满的鲜甜。老板原本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说当初为了照顾年迈的阿公，才会回到故乡金山来创业。对长辈的这份孝心，也让这家店的美味多了暖心的温度。北海岸出产的万里蟹肉质鲜而甜美，蔡一凯将三点蟹融合米饭煮成粥，每一碗都是现点现煮，加上白虾、小卷、鲜蚵，满满好料的螃蟹粥让客人直呼物超所值。它的那个螃蟹、虾子、小卷都有，都是料非常多。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蔡一凯为了确保每只都是瓦跳跳，还特别打造了专属的蓄养池。池子它其实就是一个过境旅馆的意思、啊、天候不好的话，船没有出港的话，我们也是要有一些存货哦，一天都要巡个两三次，对，固定的，每一天都是要去做这个筛选，不然只要是死掉的，它基本上它会有就是会有细菌，它一只一只传染一只，然后每一只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差。每天不嫌麻烦的装箱换篮，挑三拣四，为的就是品质。蟹管的肉有没有扎实？对，看它这边那个壳比较薄，对，它可以透光。你看它的肉基本上都长在这边，这个肉就是都很饱满的，对，这个是品质最好的。处理螃蟹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胃囊不能吃，它的鳃的部分呢，要把它处理掉，然后要注意不要被它夹到了。让螃蟹释放出本味鲜度，熬粥的灵魂汤头就没有复杂调味，使用洋葱、鸡骨还有提鲜的黄金蟹。螃蟹跟粥的部分，米饭的部分，好、哦，会先熬煮，然后它已经快要熟透了之后，才开始丢虾子啊、小卷啊。哦、然后再来才是鸡蛋跟青菜，然后蛤蜊不能久烫。万里三点蟹粥用料毫不手软，丰盛的海鲜非常诱人目光。三点蟹要着艳橘光泽，里头的肉质细嫩鲜甜，蟹熬扎实饱满，相当鲜美。白虾肉质 Q 弹，小卷带有一点点爽脆，肥美的蚵仔入口没有腥味。蛤蜊大颗又饱满，搭配清甜的粥，鲜度满分。我觉得很新鲜，因为它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万里那些渔港旁边，就基本上就是产地直送的概念。的确，就像客人所说的，产地直送。临近的黄港渔港是取得渔获的来源之一，也是蔡一凯记忆里最深刻的地方。靠了这个渔港，阿公抓鱼啊。小时候的记忆就是阿公差不多都是傍晚出门嘛，对，然后清晨大概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就会回来，对，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子就会来这边等他这样子。讨海为生的阿公年纪渐渐增长，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为了照顾当时年过八十的阿公，蔡一凯辞去年薪近百万的机械工程师，回到故乡金山。妈妈跟姑姑他们帮他洗澡还是什么的，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去撑着爷爷这样子。回到金山，蔡一凯开始做起小吃生意，从鱼丸汤再卖到关东煮。老实说，这收入支撑得很辛苦。我想要撑下去这样子，然后我太太她就问我啊，就是说你只是不想输，对你想要撑，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赢出来。以我们了解，你要做生意要做得好，其实你是要有自信的，你是要让自己可以发光发亮的。既然要做吃的，夫妻俩决定从自己爱吃的海鲜着手。他们吃遍大大小小的海鲜粥，不断的观摩学习再研究。我们这里靠海嘛，我们一定可以做
一些我们近海渔港的海鲜融入里面。那我们当地就产最多的就是螃蟹啦。要拿到新鲜海鲜又是另一项考验。喂，大哥。哎，聊聊安呐。对啊，别拜啊。跟你们这种穿布鞋的、穿皮鞋的，我是要跟你讲啥的那种感觉啦。慢慢的一步一步经营，因为不可能一次就很深入，把心交出来给他们这样子。对，然后男人觉得，你这个人很用很认真，对，然后很肯拼，然后他就会就觉得就是说他会跟你配合这样。像船家拿到的第一手渔获，鲜度自然不在话下。白带鱼简单裹粉后下锅油炸，然后外面的那个面皮一定要包裹住啦，它就是外层才不会就炸到老掉这样。炸白带鱼伴随蒜头和蒜酥，香气迷人。白带鱼外皮酥脆，肉质细腻，不会干涩。嘉义东石的蚵仔酥炸的油温掌控在180度，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炸出来的蚵仔酥才会外酥内嫩，洋溢鲜甜滋味，没有干硬过老的口感。简单穿烫的小卷 Q 粥带有脆度，不用沾酱就能尝到自然的甜度，就是清甜的，然后很 Q 脆脆的，我觉得口感还蛮好的。来咯，我们的招牌三点蟹海鲜粥哦。刘雅薇为了分担先生的辛劳，虽然辞掉麻醉技师的工作，但在餐厅的每个环节都能看见她发挥所长。以前我们工作概念就是会算多少的剂量嘛，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会运用在小菜。我比如说我的多少小菜，我就是要用多少的东西，我全部都是已经量化，然后用重量下去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夫妻同心，共同扶持一个家，为家庭付出不遗余力。采访当天正巧是小女儿生日，夫妻俩紧紧守护家人之间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我们不想要有了工作赚钱的机会，然后就牺牲了家庭，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家里的长辈这样子。我们追求的就是家庭的和乐。对，能够给家人带来就是幸福美满，给他们温暖，给他们爱，这个是我做这一个餐饮最大的坚持。每一碗螃蟹粥里熬进了蔡宜凯对爷爷的深深思念，尝到了那份香浓，还有那份珍贵无价的亲情滋味。在台中有一家道地的东北酸菜白肉锅，美味的酸菜、清爽的汤头，还有各式东北特色的料理，不仅登上过国宴，很多政商名流都是座上宾。老板聂冰武来自于沈阳，本来从事金属业，他说当年是因为很思念母亲做的酸白菜，55岁才决定创业。他传承母亲的古法制作，利用天然发酵腌出了口感爽脆、酸香四溢的酸白菜锅。这传统的好滋味，10多年以来累积了不少的老主顾。滚滚的火锅，热气氤氲缭绕，酸白菜的香气窜入鼻腔，令人胃口大开。这锅里有满满的好料，酸白菜、猪肉片和手工做的串丸子，每一种都是客人的心头好。感觉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哎，这个气氛环境比台北的还好吃，真的比台北还好吃。就那个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吃了还想再吃，就有这种感觉。让客人一吃就上瘾，还久久难以忘怀，就是这家位于台中忠孝路上的东北酸白菜锅。这汤头的美味，就连知名导演李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许多政商名流都是座上宾。然而，在老板聂冰武的心中，这可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妈妈味。我都55岁才创业啊，那时候那做这个东西，就凭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在做酸菜的那个感觉的印象在完成做这个东西。
原本从事金属业的聂冰武，在母亲过世两年后，思念母亲的酸白菜，也生怕这好手艺会失传，于是他决定创业，卖起儿时记忆里的酸白菜锅。来到聂冰武的秘密基地，一颗颗翠绿如碧玉的大白菜，仔细削去粗壮老叶，紧接着送进三道水流，准备了一趟大洗礼。我们是为了做酸白菜，尽量不要有的化学物质，三次冲过以后过水了，然后再过到那个大塑胶桶里面，还要经过盐水再给它泡一下。重视清洁，盐水能洗去杂质，软化菜叶，接着穿烫沥干，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此外，为了要提高酸白菜的成功率，聂冰武更打造发酵室来培养这些娇嫩的酸白菜。因为我们有这个环境，一定要这个发酵室的话，这已经很多年的，也将近十年的发酵室，它是培养中间，这个里面进来就是有菌种了，所以在这里做菜就一定能成功。冷气房里每一颗晾干的大白菜，有的还依稀可见长出新嫩芽，展现强韧的生命力。接下来要靠人工一颗颗排列入瓮。一层白菜剥剥了一层盐，一层白菜剥剥一层盐，不要加什么东西了。到后面你看看，只要把石头压好了，水铺上去要盖过白菜，那就盖起来了，就等它慢慢发酵。接着进入30天的发酵期，为了避免酸白菜变质，发酵期间必须不时捞掉发酵过程所产生的蒲。一般这个在我们这里大概3天到一个礼拜之内，它就开始长蒲了。一长蒲以后，你就每天要捞掉，2天就长一次，2天长，越长越快，越长越快，一定要捞掉。你不捞掉，你偷懒，你2、3天、4、5天不捞，你超过一个礼拜，这个缸可能就要准备坏掉了。费心耗时照顾的酸白菜，每一丝纤维都很保水，散发出乳酸香气。将烧得通红的炭火丢进传统的铜锅，吹入空气，加速升温。在炭火的加温下，口感爽脆的酸白菜彻底释放酸香。微酸的酸白菜汤头混合大骨高汤的醇厚底蕴，一入口就有乳酸的酸甜滋味，蔓延到两颊侧更是刺激脱线。而火锅里的五花薄片脆口不腻，还令人越吃越开胃。一把夹起吸饱汤汁的酸白菜，口感爽脆又清甜，或者搭配涮牛肉片和鲜虾，沾特制的喇叭酱一起享用，美味等级更是加倍。那这家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出来它这个酸白菜呢是等于说是天然发酵的，所以它的喝的汤的口感呢就很不是那么偏酸，然后很清淡的感觉，会有点回味的那种舒服的感觉，这样，所以印象还蛮深刻的。无论是汤头还是肉片，都让客人赞不绝口。还有一颗颗手工做的川丸子，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粉红肉丸子，坚持手工，因为这个动作很重要。就我们在挤压的时候，穿就是肉经绞肉经过虎口这个过程，像穿过去这样子。我们就是用这个动作来讲这个川丸子。炸过的手工川丸子在火锅里翻煮后吸到了汤汁，一口咬下就会喷出鲜甜肉香，搭配着酸白菜的酸甘滋味，每一口都让人大呼过瘾。面皮从四方展延开来，铺上油酥、花椒粉和葱花。卷起来后切成每块230克的大小，在煎台上煎得滋滋作响。我们这个算是家常饼，家常饼就等于类似我们一般家庭在吃的，所以就比较不会用那么多的油去煎它，所以会花比较要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慢慢用比较少的油去煎。美味值得等待，外皮香酥的面皮又香又 Q， 聂家人把客人当家人，分享着东北家乡的传统料理。每一片葱油饼里包覆着青葱，嚼起来有纯纯的面皮香，带有微微的青葱甜，不油不腻，清爽宜人。皮的口感，它不像别人哈，就那种死硬了、啊，有时候都嚼不动。我们这种老人家哈，有时候太硬了咬不动啊。它这个口感就是就正好。薄薄的饼皮在煎台上慢慢干烙，一翻面就烙上金黄。
酸白菜铺好铺满，摆上牛肉片和青葱，将好料通通包起来，一刀切下，清脆的声音实在诱人食欲。刚剥过的饼皮微微香酥，又有着软 Q 的面皮口感，包进了酸白菜、牛肩肉和葱段，从酸到咸再到青葱的馨香作结，口感卡滋卡滋，相当有层次。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啊，不然都失，等于说没有人要这样子做，就没有人就失传了。烤家乡料理虏获客人的心，聂冰武将母亲留下来的酸白菜好滋味视作珍宝，未来他也要坚持古法，将这快要失传的东北老味道继续传承下去。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高雄有一家老字号的火烤两吃餐厅，从1968年创立以来，累积了好多在地的老顾客。历经了几次转型之后，最近他们再度重现经典风味，爆炒石头火锅，还有奶油烤肉。火锅的高汤用的是干贝 XO 酱鸡汤，滋味鲜香，喝起来很清爽。另外这道烧烤套餐有丰盛海鲜，还有多元肉品。Prime 等级的牛板腱搭配奶油一起烧烤，肉质鲜嫩，富含丰厚的奶油香，重现火烤两吃的形态，再度勾起了好多客人的回忆。洋葱鱿鱼丝爆炒出阵阵香气，石头火锅汤鲜味浓，另外一侧在烤盘画上了无盐奶油，扑鼻奶香跟鲜嫩肉品，来个你浓我浓。这家火烤两吃再现经典回忆，从我跟我老婆刚认识的时候，然后一直吃到现在，我大女儿都已经读大学了，就一直怀念这个古早的味道。怀念的古早味从火锅的灵魂汤头开始，鸡骨鸡翅带出了鲜度，洋葱增加了甜味，用天然食材熬出新鲜。我们希望它的成品是一个带琥珀色的，那龙眼干就是天然的色素，一些像榨菜啊、白胡椒粒那些都是要让它的层次更丰富。汤头经过两个小时熬煮，绕着金黄光泽，搭配的干贝 XO 酱、猪贝、虾米、金华火腿，每一项食材油炸的温度跟时间都得锱铢必较。我们用使用上等的猪贝，油温大概是在100度，每一样食材都要确准它的时间，然后油温都要有掌控，所以我们一定都要有很精准的来做计时。金华火腿、红葱头、蒜头、辣椒，先后下锅油炸，慢烹才能出细活，再融合丁香、鱼干还有虾米，拌炒均匀。主要是让我们的汤头可以更浓郁，层次更丰富。蒜头、洋葱加上自制的干贝 XO 酱，来回翻炒，喷香四溢。加进了猪梅花，伴着滋滋声响，怀念的传统滋味涌上心头。很浓厚、多层次的感觉，也有我们独家上一代传承下来这一代的原汁配方。第二代的谢文轩承袭当年功夫的好味道，古早味爆炒洋葱鸡汤混合干贝 XO 酱，富有香气，汤头清爽鲜甜，炫煮花雕鸡腿肉，质地弹嫩不干涩，洋溢淡淡的酒味芳心，搭配台湾各地的特色火锅料，像是屏东里港的馄饨、新竹燕丸，还有彰化龙山寺水丸，这里都能品尝得到。特色就是选菜多，然后肉质很鲜甜，然后菜色又很棒。大伙儿围着吃锅烤肉的热闹景象，是谢文轩经营以来最大的安慰。但是2020年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来客量大幅的降低，一度面临了歇业危机。每个月亏损都达到破百万的亏损，那时候心力很憔悴的想说，我是不是该退休了？没想到在我们店的脸书上、FB 上发了一个总经理的信。原来我这个品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有好多我的老顾客，50年来是如此多的老顾客，希望我不要关店。危机当作转机，谢文轩决定把老餐厅活出新面貌。他将店面重新装潢，透出了明亮色彩，增加了抽风设备，过去假搓霸的吃到饱模式转型成单点，提高餐点品质。
像是这道柚香椒盐松板猪，只能手工细细的分切，因为要用斜切的方法让它拉长它的厚度，逆纹切的话它口感会比较 Q 弹，然后吃起来是脆的，琢磨在每个小细节，就连撒在肉品上的盐烧粉都得一试再试，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加拿大的，试了20多种，后来我们决定了采用我们心目中最完美黄金比例的，不走花俏浮夸的摆盘，谢文勋回归简单朴实的奶油烤肉，唤醒了火烤老师的记忆，烤盘铺上了烘焙纸，无盐奶油随着高温逐渐融化，跟美国 Choice 等级的五谷牛小排蹦出了浓厚的香气，口感嫩中带有一点点的嚼劲，依旧保有肉汁，柚香椒盐松板猪烤到了金黄上色，肉质弹牙，散发了微微的柚子清香，还有台湾香草猪入口醇厚的奶油香， Q 嫩不干柴，充满了勾搭鼻的还有这碗特制的松板猪肉燥饭，咸香不会太过油腻，用奶油烤肉方式其实真的还不错，吃起来奶香味特别够。让谢文轩继续奋斗下去的原因，不只是老客人，还有如同战友的员工，就有一个阿贵啊，跟阿进啊，他跟我说他每天回家拜拜求神明的就是希望我不要关店，他喜欢在这个地方很快乐，他已经60几岁了，在这个地方20几年了，快30年，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相拥而泣，店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慢慢的拉拔长大，这份不舍的情感，肩上扛的责任，说什么都不能放下，做吃的就是良心事业，所以为了融合奶油烤肉的独特美味，刷在肉品上的酱汁也得自己熬煮，那我们自己熬煮的看得到安心的食材，不断的去尝试去研发品质，我们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满足视觉跟味觉的烧烤套餐，丰盛海鲜还有多元肉品一应俱全，烧肉口味多达4种，有盐烧、酱烧、韩风，还有泰式口味。酱烧猪梅花，肉质紧实，嘴里满溢着甘甜韵味，包裹着葱丝一起吃，增添了爽脆的口感。盐烧块等级牛板腱，细嫩略带咬劲，富含肉汁。还有在地老字号的9层塔香肠，滋味鲜香，饱满扎实。我喜欢这一份工作，我喜欢这一份事业，因为我看到客人在这里是快乐的、欢笑的，最重要就是那种2代、3代，甚至于4代家族的凝聚力，这让我真的是心中的鼓舞，所以我想要永续经营的再传承下去，将老店注入新元素，提升了食材还有环境，让年轻一代愿意走进老店，但不变的是那份情感的寄托，寻回初衷，重新出发，再现经典火烤两吃的浓郁香味。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台东来趟轻旅行，首先来到热门景点铁花商圈，这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迷人的景致，白天可以到在地艺术家用马赛克拼贴出来的波浪屋，还可以欣赏在地小学生手绘的热气球灯笼，夜里点灯之后更加显得浪漫，商圈里头还有超人气的排队美食香浓面线羹，店家选用手工面线搭配了鲜蚵还有大肠，吃起来口感浓稠，口味很鲜美，简简单单的勾扎鼻，美到了用餐时间几乎人潮都络绎不绝，大的面线，小的绿豆蒜，每次我来买都排队很久，10几年了，偶尔都会来这边买，都每次买都排队。台东高人气香浓面线羹，每到用餐时间，店门前人潮不断。因为它跟外县市的会不一样，它的面线的话就是 Q 弹度，它的那个格格的那个会比外县市好很多。超人气面线羹铺上鲜蚵和大肠，滋味让人意犹未尽。它的面线很绵密，它吃起来汤头非常的香甜，有柴鱼的味道。它的肠子啊，不像人家那么
口味那么重，你知道吗？后来不会颜色不会那么深，然后我喜欢他们就是鹅啊很新鲜，真的很新鲜。时刻回味的香浓面线羹是第三代老板张衍成传承祖母的好手艺。奶奶在大概前几年，她有出一场大车祸，因为她原本都是在帮忙幕后啊，但她出了一场车祸之后也想说年纪大了，那跟弟弟就一起回来店里，然后想要把店里发扬。于是张衍成和家人齐心烹煮上一代的美好滋味，祖母传下来的甜点绿豆蒜，味道香甜，是多加了这一味。绿豆蒜的话，近年加了那个香兰叶，俗称那个七叶了。那它也一方面会使那个甜度降低，它本身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芋头香气。甜蜜的古早味绿豆蒜，撒上些许花生粉，气味香浓，让人不禁垂涎。就是不会那么甜，你知道吗？就是它绿豆用的蛮多的，后来糖浆真的很好吃。它不会太甜，不会太甜，就是刚刚好那个甜度。里面的话就是有桂圆啊跟黑糖，他们下去所煮的啦。那因为可能小时候这样吃，可能还是喜欢吃这边的东西。人赞不绝口的美味小吃就位在台东铁花商圈附近，这里不仅有美食相伴，还有浓厚的文艺气息。在铁花商圈的规划发展，其实它早期是一个音乐聚落，像台东县政府把它规划成一个铁花新聚落，一个特区，然后就像聚集一些文青啊，或者是音乐的喜好者啊，然后原民啊，或者我们像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回来的聚集地这样子。来到铁花商圈，从白天到夜晚都有值得欣赏的美丽景致，有马赛克拼贴出宛如蔚蓝洋流的波浪屋，还有返乡青年在老旧税务大楼绘制出的蓝晒图，每一面都适合打卡拍照。到了晚上，夜色低垂，商圈里的热气球灯笼更打造迷人风情。一般都以为是只有暑假有热气球嘛，但暑假一过了后就没有热气球这种氛围啊。然后县府就希望说这个热气球是可以代表台东的印象啊，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县府就规划了说我们会挂热气球的灯笼在这个地方，这样手绘的热气球灯笼每一盏五颜六色，是在地小学生美丽画作，画风独一无二，吸引游客驻足欣赏。商圈里除了绝美风景，在地特色甜点也是旅客不会错过的美味。这家曾获得台东十大伴手礼的骑马酥，就是游客旅行台东必买的人气小点心。吃起来那微甜，那甜而不腻，有购买过的朋友他们的反应都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吃大家都很开心。他们家的骑马酥有十二种口味，然后每种口味都非常的独特，像有辣味的，还有海苔的，还有就是还有瓦萨米的，觉得非常特别。其中热卖的黑糖骑马酥裹上香醇糖浆，吃来类似沙琪玛，但口感多了点脆度，又带点淡淡的黑糖香气，滋味甜而不腻。特殊口味的红梨骑马酥，酥饼沾染淡紫色粉霜，味道清爽不黏腻。它本身是红色的，看起来就让人家觉得赏心悦目啊，吃起来的话就是它淡淡的香，然后又有那种种子的味道，我觉得还蛮独特的。我的观念是它是健康的谷物，那可以加在我们的点心里面，那是那填饱肚子的同时又可以吃到健康。客人满意的台东美味，道道让人惊喜。除了伴手礼，这家人气的锅烧面也让人惊艳。就是他周末的时候人潮都非常多，那常常就经过看到会大排长龙，所以我都是平日来吃。像我每次来，我几乎都会点锅烧面，因为他那个锅烧面就是汤头好喝，这样子。然后还有因为他面有很多种选择。招牌之一的剥皮辣椒锅烧面，加入青菜、肉片、蛤蜊、鱼丸和剥皮辣椒，滋味香辣回味。因为剥皮辣椒是在地的，然后吃起来就是很够味，然后可是又很顺口，不会说吃到后面那个味道非常重不舒服。他们家的锅烧意面呢，他们都是用天然的食材，比如说肉片、
肉片、蛤蟆、蛤蜊那一种的，啊，都是用天然，比较少用那种加工过的食品。啊，以汤头来说，他们的家的汤头连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哦，你看很多小朋友啊，他们的哦都可以来喝他们的汤，都是没有问题的。小店另一样发烧热卖咸猪肉热鸭吐司，同样深受客人喜爱。哎，咸度当然是都很刚好，搭配吐司这样子，哎，综合下来，哎，都不会太咸，哎，而且主要都，哎，那个他们的酱汁也是很好吃的。基本上我们吐司热鸭就是基本上一定要料很多嘛。这个老板娘真的非常大气，这都多到都，她只要能压得进去，她都给你塞到满。嘿，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很好的食材跟对很多的肉这样子啊。食客回味无穷的料理点心都是铁花商圈的人气美食，下一次来台东别忘了来一趟文青轻旅行，享受别有风味的台东新体验。铁花商圈，哎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如果观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资讯上的问题，可以到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或者是订阅非凡大探索的 YouTube 频道，会有更多样的美食资讯。感谢您收看，我是刘祝华，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跟您见面。